博尔无锡电力成套有限公司，提供一站式综合配电系统和方案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增值服务。我们是施耐德电器全球白金合作伙伴，拥有大型配电用户5000多家，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深耕综合配电领域多年，然而面对智能制造的数字化需求与双碳目标的新趋势，我们急需顺应时代变革，做出绿色转型。结合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电能在线监测平台，施耐德电器的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对电力系统运行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管理，实现对能耗情况的监测和统计，相比部署前有效节能16%，仅2022年就减少了48.7吨二氧化碳排放，被评为江苏省绿色工厂。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将成功经验分享给更多行业客户，帮助他们把握绿色先机。与无锡里源电管所的合作，正是一次绿色能量的传递。无锡市里源电力管理有限公司下辖6大园区，近1000家企业，园区用电量大，用电需求复杂多变，打造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提高电力运管维水平是当务之急。我们与施耐德电器基于 EcoStruxure 3层架构，为园区搭建了终端配电智能化系统，在保障电力稳定的基础上，千里眼运维专家可以通过实时监控和分析电网数据，优化能源管理，有效监测碳排放，实现智慧运维，并部署电动车充电系统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优化园区能源结构，大幅提升绿电消纳比例。这些减碳措施的实施，在2022年全年为园区降低碳排放6万吨，节约了可观的电费支出。博尔电力凭借自身减碳的出色表现和赋能客户实现减碳目标的优秀成绩，获得了施耐德电器首届可持续影响力全球标杆企业金奖。同行致远，我们将与施耐德电器一起传递绿色可持续影响力，帮助更多客户实现高效可持续发展。